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在《安乐传》中饰演任安乐和弟子人，欢迎今天大家来到你好星期六，也来到安乐寨。今天呢，为了欢迎这个甜甜的热巴，我们整个好六街有一种糖果的芳香啊，甜甜的味道。我听说你对我们好六街很有兴趣，很想在这里做个生意，想请问你想开什么店？如果让你开店的话，对的，因为我没有来之前，我也有听演员朋友们有说，你好星期六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街，就叫好六街。是的，对。然后今天呢，布置的这么甜，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想要开一家店的话，应该会起名字叫做真底甜，底是那个迪丽热巴的迪。哎，巧了，我说今天要开真底甜，我的迪达快递被收了。本身就没铺面，连个小摊子都被收了，现在又有人要开真迪甜了哈，好巧，我也是那个迪。石头剪刀布，打，哎呦，打，哎呦，打，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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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摇了摇了，厉害，哎，可以了，激起了我的斗志，可以，一开片，哎。一击就中啊！这上面抹了油，是不是这么那么滑？你紧张什么？他反应很快，他拿到了，但掉了，特别滑，是不是？我们三局两胜，只要三局两胜，对，三局两胜，还是你就算了，不，还是要试一下，还是要试一下。但是刚热巴抡过来的时候有棍风，好，来吧啊，准备，我觉得不打，打。打打这也太快了，可以了，三局两胜结束了。怎么样啊？后唱吧，后唱。但是他们那边其实挺强的，他们那边挺强的哦。我们也强。刘宇宁。对呀，他们那边，哎呦啊，歌手，全歌手。他唱过特别多的歌。对呀，他肯定库存很多的。先唱，管他的，唱了再说。哦，唱，哦，又改先唱了，来唱。Can we say 能随便能讲的了吧 ？Can we say 能随便能讲的了吧？八。维语歌，维语歌，维语歌。什么？开花好像是。他跳过这个。我这够了，这两个八分。表情。弟弟，这 Queen 卡咋跳啊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来，安乐来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热巴。完了完了。麦克风我帮你拿，来，请听音乐。两个八拍是两个八拍，但是你连脚都没有勾起来，我觉得这个不能算。哦，好，现在轮到热巴了哈。好，等于他们没有来得及答题。鸡根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随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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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不了爆了。啊，十五根。可以可以啊。哎，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？你。啊，十五根，十五根。可以可以啊。哎，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？这个是。我这刚试一个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真碎。热巴要挑战十五根了，朋友们，来，十五根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一根，安全，十五根啊？嗯，两根，这么瞧不起我们，瞧不起我们了。肯定会出来，肯定十五根肯定的。
四根，完全没问题。对，中了。好的，五根。放进去了吗？放进去了，放进去了。来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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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，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太好了。十根，十，哇，哇，可以，十一，十一，哇，坏了吧？你俩是一个桶吗？看一下生产厂家，十二，还要三个，这么厉害吗？哇，哇，十三，十三，三了，还有两把，你这个桶。这绝对有问题哎！十四，最后一把。阿弟，等一下，你先别说。最后一把。十五，十五。哇！没问题，好。我的老天爷呀！好。炒米粉。你在说什么炒米粉，龚俊？啊，不是，我们待会儿点外卖。他说他一会儿请我吃，因为我赢了。龚俊，炒米粉。请说出热巴和电风扇的共同点。炒米粉。共同点是炒米粉。可以写啊，炒米粉。热巴和电风扇的区别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翻过来。会摇头，我觉得是啊，都会转，会转，都会转。我说会摇头，你说会转。你会不会摇头？我是会转。好，我觉得有希望，这十五分有希望。好，炒米粉。不是你咋了？热巴和电风扇。哎，这句真的太单纯了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等一下，作弊做成这样，你们放得过他吗？换不了，换不了，换不了。炒米粉，炒米粉是吧？炒米粉那就炒吧。我想问一下，电风扇和炒米粉什么关系？重点是，就是你炒米粉很烫的时候，你就用电风扇吹它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夏天我们那个安乐传在横店拍的。他写的不是炒米粉。哦。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。我们夏天安乐传在横店拍的，然后我们研究了美食，我有一次点了炒米粉，他新疆那家他说很好吃，然后热的时候就可以用风扇吹一吹。啊，甚至有一半的答案是我贡献的。甚至不能用嘴吹，只能用电风扇吹。我跟你说，虽然你们之前有套答案，但是热巴是个实在的女孩，她完完全全是从题目出发，而且她根本没有在作怪，她这个应该是能猜得出来的。热巴和电风扇的共同点，会摇头，会摇头，会转圈儿。回答正确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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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转圈儿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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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我们的粉队。会摇头的时候我急的呀，我说哎呀找到，哎呀没想到弟弟那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炒米粉是不是有点草率啦？是我，是不是有点草率啦？我知道我们这队肯定会可以的。我真的我真的会谢。好好，来热巴，多少？其实现在可以稳一点。对，刚才有十五分了，我觉得有五个就行了。对，他们才几个，没事，我们零分。啊，是吗？少一点，少一点，那就二十。二十啊？那比二十，二十，二十，二十。瞧不起谁？这桶有二十个吗？没这个必要。对对对对，五个。这个桶它虽然刚才热巴十厉害，但这个桶已经被迪哥玩的，他现在脾气不太好。我摸过了，已经变了。我觉得五六个就行。那只有六个吧？会不会太打迪哥的脸啊？迪哥刚刚六个，你们也六个。来，中了中了。啊，我都紧张了。一个，二，两个。三，完了，这没问题，这桶。四，他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哎。五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哦，哇，最后一个了。六，六，十个吗？六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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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。我刚说的是六个呀。哦，是吗？上瘾了，那就六个吧。啊，他是不是把他按着？
热巴是不是把他头按着在那儿？好，请听题。如果龚俊，说实话，这题很适合刚才他们套的招。咋了？但是因为他们刚才说过了，我估计他们也不好意思再用那个答案了。对，好意思啊，好意思啊，好意思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如果龚俊去荒岛求生，只能带一样东西。炒米粉。除了炒米粉，他会带什么？去荒岛啊！只能带一样东西。荒岛有海吗？有啥？有海吧，旁边都是海。有荒岛嘛，四周都是海，不然怎么叫岛呢？有啥呀？现在热巴满脑子只有炒米粉。你感觉他去岛上需要什么？对。来吧，只能带一样东西。只能带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你倒是看看我呀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劝你们别作弊啊。小迪飞刀。都怪我太薄。哎呀，我也不管了。哎呀，好，翻过来。啊。是一个直觉，是一个直觉。是一个直觉，水。好，来，雪琴。不对啊，雪琴，雪琴。刀。对，为了可以求生。对，还可以打猎呀，对呀、啊。他还要去打猎。盐，盐。带盐，海上呀，弟弟。海里的盐还不够吗？还要带点盐吗？还不够咸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怎么生怕淡水不够咸呢、啊？弟弟，带啥？火鸡。火可以生火，对不对？生火鸡，对，有火就可以有熟的食物，对不对？都非常棒。那其中有一位回答正确，龚俊回答正确，水。热巴在后面默默地对雨宁和楠楠放了一句狠话，叫你们不换队。让他们不换队。对。说是不是你带来的？说，热巴像不像个木桶精，在那边带着微笑悠悠的，一点事没有。我天，你快，他快插满了，插满了。你留一根给迪哥插。别。嗯、啊，是控制的吗？你们有蓝牙？是不是有蓝牙？你去来一根，你去来一根，去来一根。哇、哦！嗨、啊，不是，让迪哥来一个。应该不至于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肯定破了这个咒，破了这个真的没事。如果这个弹出，这会儿节目组的人好希望弹出来，连我自己也希望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别一会儿插进去第一根就了。这太恐怖了吧！我不觉得好笑，太吓人了。怎么了？我觉得很诡异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热巴队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龚俊最喜欢的三字歌手。周。杰伦孙燕子李荣浩。好，回答正确，加五分。他们怎么还倒回来？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给热巴会取的三字的昵称。小好、啊、小梅
女，小，可爱，小宝贝。下面热巴组请听题，请说出人数越来越多的组合名。就有的组合是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这样来。小虎队，三个人 ，TFBOYS。哎，错了，也是三个人，也是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不是按字，啊、是人、啊。那个什么，他们能不能算错？我觉得错，回答错误。好，抽五个上吧。好，热巴终于可以起来走会儿了。好，一根。对，好，两根。这个能拔是吧？这根、个。这根、个。不不不，那是上面这个。这根、个。对对对，这个完全没问题，它下面能撑住。有点涩哎。能撑得住，你看是吧？哦没事，三根，还差两根，还差两根，还差了两根，去弟弟那儿了。你一边一个吧，对，稳妥点。怎么手还进去掏呢？哎呦、哦哦，你的那个手不能薅着那个球啊，热巴。热巴仗着个高，热巴，你不能在上面掏他呀，你想一个都给他捏爆了。好，五根，好。哎，你俩真的。你俩在我队里不开心啊，我俩听一听，纯纯让他逼过来的啊。他拿了18个，听一听，就剩俩给我们。对，但是最后是可以分的呀。最后我们一家我们就赢了呀。哎，最少的两个人要受惩罚。我们俩最少现在不是赢，我们赢的队不会受惩罚。会的，会的，你没听明白规则。哦，真假的？原来是没明白规则呀。你连规则都没搞懂啊？你为啥拿那么多呀？啊？你为啥拿那么多呀？最后能赢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们队赢了，他们不会受惩罚。什么啊？哎呀妈呀！好，现在就是，等等等，还往你那挪，你放中间啊！紧不紧张？你就说紧不紧张？我紧张，我比他俩紧张。来，攻进进攻，大二一看这边，大二一看这边，大二一看这边，大二。拿不起来，可以啊，不是，他另一只手把盾牌也拿上了。大阿姨，看这边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泼出是一个那个水柱型的水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条，对，一条。大阿姨，看这边。大阿姨，看这边。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大阿姨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大姨看这边，漂亮！漂亮！安乐，安乐实话，没事没事啊。你紧张了，你紧张了，紧张。你会了之后，你反而紧张了。对啊。就刚才你下意识的反应。对。好，现在2-1，可以啊啊，工具。现在弟弟进攻，弟弟加油。来，大阿姨看这边，大阿姨看这边。三姨看见没？三姨看见没？三姨看见没？是这样，我们自己不可以用手挡，自己不可以用手挡。你还挺聪明，还躲。我感觉我输了。你怎么不跑呢？坐在这儿的人不能什么啊？对，坐在这边的不可以用手挡。哦嗯、好，还泼吗？想泼了吗？我想泼。好，现在弟弟想要那个泼哈。你想换？你泼不了。现在是泼我了，可以。大姨看这边，漂亮！大姨看这边，漂亮，漂亮。嗯。你又拿这个？
给不给人机会，让不让人活。他上一次是抓住了这个盾牌然后泼的你，这次他直接把盾牌拿走了泼的你。我发现了，我一回头正有一道绿光过去。就该这么玩，热巴掌握了一个新的玩法，就该这么玩，就全世界都是我的。好，现在3-2，龚俊领先，现在迪哥进攻。你看这边，漂亮！你看这边，漂亮！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你又泼我！就这么玩，就这么玩是对的，不要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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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弟弟漂亮，泼得漂亮啊！现在龚俊进攻。哎呀，打扮我真的。缓不过来，就不自觉的就会躲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哦哦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太牛了！我终于绑对了一次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！争取打个四平啊！好，漂亮！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哇！哎，热巴挡得好快哦！我不一定能猜中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放轻松，我们看看安乐和韩毅的配合来。呀！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！来，各位请不要提醒，计时开始。四个字。做早操，哎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这个健身操，做健身操，广播体操，做广播体操。好，三个字，打麻将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三个字，唱美声，唱美声又来了，还是唱美声啊？唱歌曲，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嗯。唱歌，歌唱家，唱指挥，这干啥呢？唱给观众。哎，有观众的。唱给你。我觉得俊俊你可以模仿一下。哎、我在舞台上，三个字。这啥呀？这啥呀？大家一起来，你好星期六。三个字。星期六。这是啥、啊？过吧，要不这啥呀、啊？要不过？啊，过。好，下一题。哇，这个难。这也太难了。一个一个的来。你是人质，你是人质，你是人质，我笑了。俊俊，你得在他身后，你得在他身后。泰坦尼克号。依靠你是我的，不，那个依靠，什么依？老有所依。老有所依。你们可不可以年轻一点呢？这什么？飞。飞的是什么？鸟。嗯。飞鸟依，飞鸟，嗯，我依你，依他们呢？小鸟依人，小鸟依人，小鸟依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，好，这个容易，这个容易，三个字。
涂口红。下一题，回答正确。四个字。望看着我，什么四个字是吧？啊、对。望梅止渴。望。他，你看他在干嘛？他在回头看我呀。哎，回对，回是对了。回望，回眸，回眸一笑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，四个字。这啥？真心拜。不是拜佛啊。策马奔腾。策马奔腾。马是对的。这咋了？马转转马啊，旋转木马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三个字。打腮红。对，是脸上的。化妆。打灯光。四啊，三，灯光打我。灯光打我。防晒霜，太精彩了，真的。刚才那个啥题，那个很难的。演唱会，演唱会太难了。那太难了。他们的题偏难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演唱会太难了。解救人质。老有所依。老有所依。老有所依。小鸟依人对你们来说真难哈。老有所依。我真的。我觉得不太行。我觉得俊俊已经想办法绕到前面让他靠着。解救人质，老有所依。因为他拿手，然后我说你把他头看一看，老有所依。我主要他拿那手比着他脖子。下面这个环节跟体力有关系，没关系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好，现在可以选择你们要进攻的目标。来，准备。追他！追上了。不对吧，不太对吧，弟弟被一把薅住了，都没想到。不会吧，是这样吗？什么有完事了，迪哥。哎，玩对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刚好对、啊、我一步就出来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刚才俊俊跟热巴有没有手拉手，那就是挑战成功。好丢脸啊。坐吧，没这么丢人过。走，他们俩坐。啊，我们开始，我们从这儿开始是吧？我帮你扶着。是从这儿开始。赶快走吧。啊，我明白。不然就一出来就被抓到了。好，请选择你们的攻击目标。You what？ 等一下，哎，别走啊！不是要走那个步子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扔的，秀波。只有捏爆之后才那个才要转一圈啊，转一圈。他俩也可以扔不？可以。好，一咬。别扔他俩，别扔他俩。左右腿，左右腿。陈涛的腿已经打结了呀！加油，太慢了，你们的频率。太慢了，左右，不对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不对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。背对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。这俩太可爱了，同时坐下来了。我们的规则是两圈。这俩、啊、不太老实啊，这俩应该不会商量。不是，这商量啥嘛，就这几个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
哎呦，哎，这个跑走，好走，这个好多了啊，是不是好多了啊？这个就是跑啊，就是跑，两个人同步就行，就是跑，就是跑。哟，走，哟，走，哟，哟。迪哥的一只脚。快跑！快跑！加油！成功了！坐，坐下了，坐下，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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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迪哥 ，Oh no！ 迪哥，你在拍什么警匪片吗？天哪！祝贺，没抓到吗？周俊和没抓到，没抓，差一点，差点儿，差点儿，真的累，完蛋了。完蛋了，给他们拿一个，你俩完蛋了，你们肯定能赢。不是吧，别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换一个人，真的。没抓稳，没抓，没抓，搞什么，没抓，浪费水球，手都抖了，手都抖了。不在呢，快跑！快跑！热巴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加油！赢！赢！热巴加油！杨迪加油！加油！哎！哎呀！哎呦我天！还有体力吗？我俩要不缓缓缓、啊、我俩要不缓缓缓缓不上山吗？来来走。哎，我的天，龚俊投这边。知道哥。我真的好紧张。朋友们，恭喜迪丽热巴成为我们好六街真迪田糖果店的老板。